鸡腿就一百，上面只有一百。好。一百，然后包的。最后就一百无。一百。最后就一百块，上面只有无。一百了哦。最后就一百块，上面只有鸡腿就一百。一百。美女，那个你要现在。来。我辛苦了，我来教你。什么鱼皮？被烘的鱼皮的，软质给的，青鱼给的。来，再给刷一张给。来，青鱼刚才刷一张给丢掉。我今天带四箱，剩下最后一箱。给你们讲，青鱼的三个客人，既然我完全没戏，可能没办法，没戏把沙发换了。来，沙发，一个一个。最后一个无。最后一个无，紧给钱，钱都无。这个三个，三个哦，都无。没收啊，没收啊，对。全部都送给你了。太谢无啊，无啊，带你不用哦。带你我做一夜干。你赶快找钱，我帮你退。这个我给清理了，再来给我一个。拜拜。来清理。东西要给钱，东西要回来弄啊，对吗？我拿提钱的嘛，我拿提钱的，先提钱的，给他清理。啊，我你先提钱给他，他就没有。他这个是谁？不要话那十万不是你啊！你肯定要多花，你买边边小小小小三五万花者，哦，小十条乌边啊花，那小十条乌啊，什么十条中小条高，小十条。我操！啊，这啊，你只能熬到这哦。这包是鸡翅啦，产地是哪里？你自己看，台湾鸡翅这大鸡，这大鸡台湾的哦，这季节就好吃啊。哦，这正点的，这原味，这原味。这五号鸡肉，来你自己说，你有没有在外面买过鸡翅炸的？没有辣的。你要辣的，我那个拿一罐辣椒粉给你就好。我卖你原味大一包辣椒粉。你这是无虾米啦，原味啦，想要那边点原味，大众化啦。我卖辣味嘛有啦，啊，卖辣味看人吃啦，有无吃了伊无多给钱啦。啊，不过我若给这原味，大家拢会当给钱，我当然甲你揽尔啦。那土豆准备拿回啦。这第一件事啊，我要存四十、十几、四百万、四百万，你该三百，以后我破两百，你给我收起来。全部给人家人家了钱呢，上行给钱的继续卖鸡啊，一百五十给这。来报哦！我这一包卖两百，百五给侬。来，上面讲是轰炸三杰是大鸡的只大鸡。来报哦！台湾的只大鸡，我一斤拢卖二十，十斤卖两百，不好笑。来，别来给侬，我今日赚钱袂欢喜，百五。百五。来两个。百五，最后一个百五给侬，百五。哦，对对对，八号过来没接到。阿姊，我一包是只有你花的，恁这老主顾拢知，我一包就是拢卖两百的，我就是给你便宜哦。我无想要要点两百干八号，我只是使底给而已啊，就对啦。来收钱，我先收钱啊，走先收钱啊，走先收钱啊。三个，来八号落啊，来八号过来啊，无八号，八号过来接我一百五。来八号，八号过来接我八号，八号给我八。八号够，别钱了，八号。一百五。阿姊，来钱，进来，进来，这毛豆我给你要。上来都要跟我烤鱿鱼。你要烤鱿鱼啊？鱿鱼，我跟你说，鱿鱼给别人烤，我们烤软丝烤比较好的，这是软丝，这不是鱿鱼。两个鱼龙机底套丢沙灰机洗鱿鱼，这你说的鱿鱼是排第四名。这个是软丝，哎，软丝最软的，上面软丝比较硬。你要花枝吗？你是要软丝还是鱿鱼？这个是软丝，这个比鱿鱼还好吃。你要吗？这个是第一名的哦。OK 吗？这个比较好了。鱿鱼比较便宜啊，这个比较好了。你直接1000块给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美女？你直接1000块给我就好了，我给你高兴。这外面海产店烤一只大概500，这是软丝，这不是鱿鱼。软丝比鱿鱼好太多啊！好了，大家听听。这东西啊，大家马上海产站一只烘烤就是500加500这。亲啊！美女，这一只送你，这一只送你，这一只送你，1000块就好了，几千块了。这是软丝，这不是鱿鱼。
卵丝比鱿鱼较高，我相信这个人家只要捌食过物件，拢知道，这拢只要绝对是比鱿鱼加贵足多，它一定是好食。美女，美女，你们几个人来？你们几个人来？你先听我讲话，你们几个人来？三个人，我送你一只好不好？我送你两只，你们三个人，我送你三只，这三只不用钱，全部一千块，抱回去。很鲜啊！孩子，快有话先放。来几人？各位有东西要给不？加来。东西要给不？你两个就退钱啊！东西要送出来啦，你两个就退钱啊！今天，今天啦，哎呀，不然我那边了。对，好香啊！美女，美女，美女。你们以后多带一点人来，啊，我多送一点给你。我的工我拢无在听，张哥，我的工我拢无在听。美女，你下次带多一点人来，我再多送你几只啊。我知道，你今天三个人来，我送你三只。你下礼拜带十个人来，送十只。从哪里？南区在哪里？安平呀，哦。这里。等下，卖讲话，我叫人去放旁边，你看先看一下。等下，我叫伊搁放一时啊。等下，卖讲话。叫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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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放伊啊。无啦，迄不是啦，迄是我安排啦，开玩笑啦。哎，一千块够咩啦？大千咯，拢是啊三个。来，小啊，你看，你唔好当作我咧胡白讲话。来，看一下，三个等级的，最高级的，这三个等于上低的。来，你唔好搞咩回来，五百上面五百。五百。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三个东西要五百块，直接就百零块。五百，加来。阿姐，我相信哦，你坐菜只啊，只东西有够贵的啦，无人要安尼卖啦，拢啊来啦。来一个。五百，搁一个啊。五百块啊，吃东西啊，同居。吃好个啦，五百块要吃大，你后壁要买，你买钱。来掏钱。你买东西啊，同这东西啊高级的啦。五百。这拢袂有你浪费的啦，三个拢袂有你浪费的啦，乖。多一百啦，你啊。有啊，一百几块啦，啊偌大啊，真正啦，拢是啊，只只甜啊，拢啊。来。大哥，你买酒拢偌真正啊？我真正甲你推荐的。哦，鱿鱼我袂甲你推荐啦，鱿鱼恁家己恁家己买啦，啊，拢是啊，我推荐，只只足甜的。五百块买，大哥你买五百斤咯。用沙的，知无？会啊，用沙的，用虾的，用菜的，拢是啊，真正你煮啊。五百块买来无？五百。来啊，我来。你跟我来啊。来。五百块要吃无？拢是啊。五百。到世界跑旅游。够买来无？五百。五百。你买五百，我不会害你的，真正放低的啦，我不会害你五百块啦。阿姐，你买五百。我拜托。五百。我教人要买鱼啊，我有人要买两尾，你要煮一档来无？收啊收啊收啊收！不是有当时要分大块来，我这种鱼啊好哇，你一百块来分分。这只鱼啊，我敢来讲啊，你有当时啊吃到不管你即摆几岁啊，你一世人还是你能看，你能吃，你能捌吃。有人讲这只什么鱼哦？够来啊！我讲即摆问到今仔日啊，我问到一个月啊，无人知影，有人知影这啥无啦？啊？差上济，有人知影这啥无？鲤鱼哥含这都无法。有人知无？好，你听我介绍了，唔知无要紧。物件所有产品，互我来办就好啊。恁只要要创啊，恁负责来要甲食就好啊。安尼清楚无？来，这只人你讲个国宴鱼，我听过国宴鱼无？这只鱼肉我讲个只比蒜鱼个白鱼。第二个重点，伊个优势是啥？规只全部拢无刺。你卖看伊细只，规尾拢无刺。伊个鱼肉你食啦，比蒜鱼个白鱼，你给他退钱。啊，我这无俗。这种餐厅饭店，你吼一份菜价，拢卖加四五百块物件。我来讲，你要吃国宴鱼的人家，我卖给你花五百块，卖给你花四百块。你一个人家，然后买一份当去吃，先给钱，你三百块。三百。有人要吃国宴鱼无？三百块。啊，这我来讲，我今天花掉一百，全部拢没有处理啊。一百全部拢没有处理啊。因为我买在中秋节，我只讲给伊就一工啊。本来是无去啦，我只讲买在中秋节就一工啊。大家，去头前啊，几下讲一下，人家再讲一下，我买在小时，唔好人家走白做。三百，三百几啊？三百。三百哦。有人要吃这国宴鱼无？这只鱼也无啥物味道哦，恁人家听我讲，这只鱼啊肉就是油，啊就是无刺，就是安尼尔，啊无啥物带味道的。来三百，上面来三百块。来三百。有人要吃国宴鱼的无？三百块。我跟恁讲吼，恁这人家你听我讲，谁啦？你唔爱客气，因为你唔捌吃过，你唔知这只鱼啊油色伊偌好吃，所以你唔客气嘛。你全部人给听我讲话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明天礼拜二，注意听，你射头夜市哈，射头夜市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先给钱先了。那礼拜三一样出。几只够上？几只够？几只够？几只够？
这只股，明天休息，这只股，明天休息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全部七大个啦，唔免七个啦，来啊！我讲完六个汤叫恁吃啊，规尾无钱包，搁代替代油的啊！我讲恁听，全部六个，一瓶三个人家，我今仔日油豆恁吃，好食你来搞咩？一瓶三包无足贵，一瓶三个新价钱啊，200元，两包，两包，两包，两个。啊，这这份我来讲，你客人真正叫你浪费，肉油搁带无饲的啦，200元搁一个啦。来两包。我今日拢加足济哦，恁的，即我一手凊彩皮拢卖到1500的。两包。我今日伫恁遮卖1500恁的，我是讲今日还无人中酒，可能今日大家你合拍的，来搁一个人叫200。两包来哦，两包。最后一个200。第一个要200是啊。你另外这边应该是这个，哎，你这盘肉你冰起来，豆豆吃，不好吃，其他退钱，干来要卖你出来卖老价钱，100元。你啊，送我啊！你啊，让我卖100元就回来去。你啊，怕我去把这票多来讲这什么鱼啊？这叫鱼年度，等于一丢拢卖人，大真就好吃啊！鱼啊，把入口即化来价钱的分了。那你有退100元啊，兄弟？有退100的，那你有退100的？又给100元卖走？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。你全部卖走，这里都拢无位啊！来，捞鱼去。